布布在众多的 Costco 玩具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这组啦，来，我大家看一下，这一款呢是当初我们买给他，他到现在还很爱玩。这一组其实布布蛮喜欢的，对，而且他这上面学到了蛮多英文的，就是这几样，像什么 milk 啊、carrot 啊什么，就是他会一直在练习他的英文。然后有时候他还会做菜给我们吃，然后还会用这个结账。收屁钱啊！说明你收钱的小妙。那这个品牌叫做什么名字啊 ？Leapfrog。Leapfrog。最近布布刚好呢收到了一批这个Leapfrog 寄来的一批很大批的一个玩具的礼物。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3、2、1，加加。这个爸先。总共有五款。首先，布布，你要先开哪一个？他说要先开这个 bus。你要 bus 啊？对，好，我开。我们才刚去捐完一批玩具呢。看在是儿童节的份上，原谅我。还是感谢啦，还是感谢 Libra。什么哥哥买？为什么不是妈妈买 ？OK， 这一台已经出现了。哦，呜呼！来，布布，你先看这个，你看这个是什么？哇，这个是什么？Bus， 对不对 ？A， 你会 English 英文字母哪一个是 A？ English， 哪 English 对，哪一个是 A？ A， 哪个 O？ A， O， O 呢？ O， O， O 是哪一个？ O， 哦，你会知道 O 是红色。然后，他这个呢，有教他英文的发音。U， 布布，你说 U。X， Y， Q， R， O 是哪一个 ？O。耶，好棒哦！你好像也是只知道 O 而已。然后我以后去便利商店说：“妈妈，这个卖3欧元。”应该哦，三十欧元。哇哦，你的新的 bus， 没事，他有他的玩法。好，那我现在看下一个。好，再过来就是布布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物 ，animal 动物。哇哦，它这个有英文跟西班牙文。哦，真的假的？这里还有什么？哦，你最喜欢的 ocean 篇。它会唱歌，这个是什么？这个 turtle， 那 frog 在哪里？哪里有 frog？ 这里有 frog 吗？啊，没有。在那边骗他。有 dog 在哪里 ？dog 在哪里？哪一个是 dog？ dog， 你要按呢、啊？按 dog。dog， 对，那 rabbit 呢 ？rabbit 有 rabbit 吗 ？rabbit， 哇哦，它有分三种模式，嗯、这应该是寻找。哦、oh. ，This panda is black and white. 哦、oh, ，Monkey is brown. 然后还有唱歌的。Fun sounds. It's an animal to hear fun sounds. 哦、oh, ，Panda 是这样叫哦。我记。Panda 是这样叫，原来 Panda 是这样子叫的，是不是？没听过。不不不 ，Wolf。哇哦，这个是他们的叫声哦。对。哦、好。我觉得这还蛮酷的，而且可以按。对，而且感觉比较耐操。因为它是这种。对。除非摔坏。它的纸也是很厚，就不容易撕破。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看看。对，这应该是不容易撕破的那种。OK， 下面一个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钢琴。钢琴的话，你看，布布，你看，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要有钢琴吗？我可以切换不同的乐器。你如果，哇，我这还可以切换电子琴，而且它是用1、2、3、4、5、6、7、8，可以用数字来练。哦，好复古。有20种小朋友的那个儿歌，
20种小朋友的歌，把它移到钢琴的话，这里就是4 4 3 3 2 2 2，哦，所以是。Oh my god！ 我会弹琴了。那你用这一台钢琴吧，你去街头艺人吧，你就带这一台琴。屁啦，我去用的，然后一块钱丢我。然后就放一个帽子在那边收钱。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玩法。然后也是有英文跟西班牙。我觉得如果家里是比如说女孩子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们可能会对，比如说对钢琴特别感兴趣的，或者是说小时候没有的玩，现在想要玩。我小时候钢琴只学了一堂课，然后我妈缴完钱不给退，我就没有再去了。这就告诉你以后要先试上。下一组，哎呦，棒！这个就是农场，乐高。不过我其实有点害怕，对，因为零件越多，我越害怕。不过乐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可以训练他的脑袋的一些逻辑思考啊，或者是组合啊，对啊，他这个很好玩，他这个是就是你可以打造一个农场，对，你可以自己打造一个农场。我觉得，爸，对，是羊会爸爸，这个是，哎哎哎，不是这样，哦，羊霸凌。小鸡，哎、欸，这个还会有声音哎、欸。对啊，这个会有声音啊。好先进哦！天哪，我以前的乐高哪会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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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一般的乐高对布来说太无趣了，因为不会有声音。对，这边有很多的组装方式。OK。然后你的房子要倒了，先生。叠太高了啦。没事啊，他爱叠高给他叠高啊，你爱叠多高给你叠多高，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没有东西给他叠了。哦、oh no！ 去看放在里面。他刚刚呢就直接这样子一路叠上去，然后刚刚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把鸡放上去，结果他发现要换一个转接头才可以放得上去，这就是 Type C 跟原本的那个 iPhone 线头的差异。他竟然。懂吧？红色的应该也可以装。没有，你看那个，你把上面再拔掉，上面那个红色拔掉，头不一样。哦、这不行啊。对啊，所以他找到了那个头，把它放上去啊。装在这个。对啊。才能再装这个。好厉害哟、哦，棒棒。好，我们下面一位。OK， 再过来嘞，就是布布的菜拿掐，来给大家看一下。收银购物车，既能收银又能购物，你的移动商店。还会以后跟我说他推着去超市、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哦！来，他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类似这种行李握把，就变高了。你的菜拿变大了。你的菜拿，好，站起来，来推，你们这样啦。你去买买有没有这样子？你们买。Yes 哦，买，哇，你的拖车，好可爱哦，你买。然后啊，它这里面有 bread， 它有8种的食物模型，有什么？这个是什么 ？bread 面包。然后呀，那布布你帮我逼好不好？你帮我逼，好，你拿着，这是什么？Fish， 没错，这个是 fish。B， 你是老板 B。你要 B？ 你没有 B？ 老板，这个呢？葡萄。葡萄。葡萄。然后这个呢 ？Cheese。哦，哇，我们没有在吃 cheese， 你居然会 cheese。他常常就是会这样蹦出一句。那这个呢 ？Strawberry。啊 ？Strawberry。Strawberry， 这是番茄吧、？Tomato 吗？没有，上面也有 strawberry。哦 ，strawberry 有，就是没有啦，它就是 strawberry。strawberry， 哇哦！然后还有这个 carrot， 好厉害哦！还有这个呢 ，cake， 哇！他到底是都跟谁学了？我们英文名就这么烂。它这里有几个模式可以转、啊？对，
就是在这边。对。我来，我啊，花修啊！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玩具都蛮强的。对，就是都很互动，仿真，但是又不会太仿真，就是还是有那个玩具感。对。如果对他们的玩具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社团。我们的社团，我们要开团吗？对，我们之后会开团。我怎么状况外？我不知道今天这次要开团。会开团。我一直以为只是儿童节礼物、喔。对。怎样？哎、欸，去买菜了啦、欸。你挡住他要去菜市场。你姐人啊，你啊哈。要去买菜。啊，你推反了，你知道吗？大概就是以上这样啦，那如果团购大家有兴趣的话，下面有链接，大家就自己去看看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他刚说拜拜。